真帅呀！谁啊？小小啊！我打保工的时候也很帅啊！我敲击键盘那时候更帅哦。你俩要算帅的嘛，那我就是巨帅的。哦，帅！都挺帅的，要不给你们拍张照吧？来呀，那绝对是兄弟！别挡我。那个什么，你们稍微往窗边一点。 我感觉窗边的光线会比较好。哎，对，在靠边那个，靠边点。我要在最好的地方。哎，对，我要给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拍个照。别急我。3、2、1。怎么样，表妹？好看吗，表妹？我知道，我发给我啊，我 P 一下。 我都不用修图，好吗？你们俩批，我俩不修批。上次去他公司没聊完，这次还有续集是吗？ 你打电话找我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？是啊，有重要的事情。不过，我想跟丹多聊聊，毕竟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记忆啊。嗯，坐着聊吧。坐吧。 这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这当年我向你求婚的地方。没关系，我叫你过来，想给你看看这个。这是我们结婚之前你做出来的wedding book。当时我还问过你。 我们的结婚戒指都已经宣出来了，你看看。拿到这个戒指那天，你特别高兴，你就说了一句话。你说，你等不到结婚的那一天，你想提前逃走，但是没想到。 确实没有等到结婚那一天，就消失了。这10年啊，我过得特别的煎熬。我很想你。现在你愿意再次给我戴上吗？ 可以完成这个婚约的。我不能这么做。 10年，我对你的感情一点都没变。你现在想不起来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想嘛。结婚以后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你总会想起来的，不是吗？我认为呢，
婚姻是两个人相互的承诺。也许像你说的那样，曾经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但现在显然不能了。再说，我不能因为我要去找记忆，跟你结婚，这样对我们都不公平。虽然我不记得过去，但是还是很感谢你记得过去。这个钥匙，本来一直想还给你来着。先走了。Come on。大结局了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林特烧我爸爸明天回来。好事啊，明天我陪你去接他们。我现在没有手环，一靠近妈妈的心脏起搏器就会受到影响，而且我现在又渐渐回忆起十年前的事情。哎，万一我追阿林特真的有什么幕后黑手，我现在这么一出现一定会给爸妈带来危险，所以我不能这么做。不过我知道你一直在思念着他们，你努力地适应现在的生活，寻找着真相，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我回来了？现在因为坠崖的回忆就前功尽弃了，会不会也太可惜了？可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，我也不能让他们置身于危险之中。那你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呢跟我去接他们，咱们就远远的看看。嗯，不行不行，说我现在万一那个坏人就跟着我，岂不是还是会给我爸妈带去危险？算了算了算了。想保护所爱的人，却不知所措，这种无力的感觉，十年前我也体会过。既然宇宙让我们相遇，雷初夏，我不会让你孤独无助的。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喂，小东啊。陈教授，请你帮个忙，越快越好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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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还不好意思走了。哎呀呦，他们在看你。哎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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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去见爸爸妈妈了。来，上车。安全带要扣好，肚子收一下。手呢？来来，我来接你们啊！走走走，叔叔，你们到了吗？我来接你们了。
小东啊。哎，阿姨。你看，我们坐个地铁呀，或者是打个车，什么都挺方便的，还麻烦你费心来接我们。不麻烦。是啊，你们年轻人平时工作忙，好不容易休息一次，还被我们给打扰了。没有，叔叔，你这不见外了吗？小东啊，哎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。小东，嗯，这是。啊啊，这是我一朋友，他平时喜欢 cosplay， 今天刚好活动结束了，就顺路跟着我一起来接你们来了。老回头看是因为可能觉得叔叔阿姨长得面善，所以就止不住回头多看两眼。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，平常呢也挺正常的，就今天进入角色嘛。小东啊，哎，这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啊，看到这个打扮很可爱啊。啊，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我们现在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就是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还不是。啊，对了，阿姨，疗养院待得怎么样啊？这段时间在疗养院啊，大家都特别照顾我们，你看我这身体，这比以前好多了。多亏了你啊。嗯，没事的。本来呀，想做顿大餐，好好谢谢你们，但是时间实在太短了，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。下次你们来，阿姨好好的给你们做一些好吃的。行，那就说定了啊。你们这个 cos 的衣服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能脱下来，还得接着 cos 吗？哦，没事，阿姨，我喂他就好。哦。来。吃烤肠。我们家初夏小的时候也爱吃烤肠，是吗？所以啊，我们经常做烤肠吃。小东这孩子真不错。嗯。这对女朋友可比你叔叔当年对我好多了。哎，阿姨，好朋友。哎。亲爱的，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哼。我可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老婆女儿奴啊。这倒是。吃。哎，还吃点什么？吃个饺子。我们初夏也喜欢吃饺子，每次都吃一大盘，拦都拦不住。没想到你这朋友也爱吃阿姨包的饺子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，初夏小的时候还喜欢吃甜食。是吗？记得小时候啊，我们带他去旅行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尝尝当地的甜品。说来我女儿真是有天赋啊，无论什么甜品，只要他吃一口就知道怎么做，回到家里啊，就会给我们俩做着吃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初夏做的甜品。让你们见笑了，初夏是我们的女儿，失踪了。上次也是初夏的妈妈误以为看见女儿了，一激动的心脏就受不了了。幸亏遇到了小东，把我们及时送去了医院，这才脱离了危险。我们找了女儿十年，别人说凶多吉少找不回来了，可是我们总是认为初夏只是贪玩，一时忘了回家。我们还特地在门口藏了把钥匙，就是担心初夏哪天一回来，可不能让她没有钥匙进不了家门，站在门口哭鼻子。哎，我们总是想啊，还像往常一样，我们俩买菜回家，一开门初夏就蹦着跳着从房间里跑出来，说我回来啦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也别介意啊，这是我朋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安慰你。我们明白，我明白。小朵啊，哎，阿姨实在太喜欢你这个朋友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
对他，我总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。嗯。孩子呀，你把那个头套摘下来，我们也好认识认识。阿姨不用摘头套也能认识呢。您做菜这么好吃，他以后啊会经常来烦你的。哎呀，小东啊，带了这么久了，别把孩子闷坏了，先摘下来。哎，别，叔，不用摘，不用摘。他今天是在做 cosplay， 如果摘下来的话，就会断了他的信念感。哦，那就不摘。不摘。快吃饭吧，快，孩子多吃点。过去吃饭吧。多吃点啊。还想什么呀？等俺女儿回来呀，说不定你们能成为好朋友呢。一定会的。你看我们初夏小时候多可爱啊。是啊，小时候跟他妈俩就欺负我一个人。我去。叔叔好。玉泉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接你们的，没接到人，只好过来了。阿姨，哟，徐晓东，没想到你也认识叔叔阿姨啊。这位朋友是？跟你没有关系。魏小河，就算你不来家里，我和你叔叔也会去找你。之前你电话里说要和初夏结婚是怎么回事？当初说办追思会的是你，现在说结婚的也是你。初夏还没有找到，你跟谁结婚啊？跟他。你是初夏？胡说什么？你是初夏？初夏，你都回来了，为什么要躲着叔叔阿姨呢？啊，你别让他们担心了，好不好？初夏，你不要，初夏，别跑了，初夏，我的孩子，初夏，我不是。初夏，我们怎么会认错你？魏仙河，初夏已经拒绝你了，你还来搞什么花样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初夏的父母之外，我才是他最亲的人。还有，你都把他带回来了，为什么不让他露脸？你们在藏着什么秘密？和你没有关系。我警告你，别再靠近初夏。否则会对你不客气。